祝你啊，身体健康。真系好几个月冇见啦，真系。哦，太好啦。大家喺度谂啊，我个太太 Glenda 喺边度咧？我话俾佢听，我话俾佢听，你留喺屋企好啦。可能佢而家就喺网上见到我啦。Glenda 同 Cindy 咧，今日就去咗 Island City Church， 因为咧，嗰度嗰啲领袖咧，阿东同埋 Helen 咧，佢喺嗰度咧系服侍紧嘅。我哋唔同，我哋同嗰个 Island City Church 唔关事嘅，但系我哋系同嗰个教会个牧师系一个朋友，因为我哋喺澳洲嗰度彼此相见。我們又在香港大家去一起有一個交流。我們在澳洲的時候呢，這個的Island City Church 呢，其實呢 在澳洲那裡是 Bonnie 的Sunday School Teacher， 即是主日學老師來的，他們來到香港的時候，所以我們跟他們再一次聯合，也是因為他們的牧師也是從我那裡是領受了這個的恩典的教導的，以至到呢這個的 Island， 香港的 Island City Church 那邊都是有這樣的教導在他們的當中，所以 Glenda 和 Cindy 呢就特地要去那裡去特別呢去為他們去做一個使徒式的祝福的。我告诉我太太呢，当我跟她回家的时候呢，有时候我有些事讲错了呢，我的太太就会提醒我的了。所以好了，言归正传了，今天我知道大家都是面对风雨来到我们的教会当中啦，很多谢大家啦。好像我来的时候，我尝试去坐捉个小巴来坐啦，但是水呢 浸到我的脚眼之上啊。好。但我好开心，你哋真系能够喺度，同埋大家喺网上见，真系早晨啊，各位欢迎 ，welcome， 欢迎嚟啦，俾啲精神啦，系咪？我哋真系俾啲掌声俾我哋嘅天父，系咪？系啊，我哋活着的，是的，我哋活着的。我哋讲有关医治嘅教导呢，我们讲四个元素，我们是逐步是教大家的，因为我们不想匆匆忙忙地水过鸭表讲了就算了。因为有很多宗教的教导呢，他们是反对上帝的真理的，也是从而之中呢滋生了很多的大话，让呢好像即人呢陷入了一个黑暗的年代里面这样。我以为呢讲一次呢就可以自己呢识呢一个嘅医治，但我发觉呢40年嘅事工里面教导我哋必须要同人同行，一步一步呢去教导嘅。所以呢我係有一系列大概係九个信息去讲超自然领域嘅嘢。我亦都係好希望呢你哋能够呢係喺呢啲筆記裏面呢係得著呢啲咁樣嘅資訊，亦都呢係能够呢係活用到佢嘅。喺聖經話唔好淨係聽到，但係你要去行到，所以你唔好淨係抄呢啲咁樣嘅所謂嘅筆記，但係你必须係要將佢活出嚟。呢一個嘅雅各裏面講，那些人聽到到，但是呢他們又沒有做到、那些呢就是呢使到自己陷入這個迷惑的裡面了。原來你去聽了很多話語之後，但是你不去行動的時候，原來是呢你會是跌入了一個迷惑裡面的。我知道我現在所說的東西可能嚇親你，是吧？為什麼會這樣的？聖經有這樣說嗎？真的嗎？這樣不是的，真的的。因为如果你要明白的话，你必须要自己经历了，你才知道那个话语里面那个真实。圣经说我们呢就是
将我哋所需要嘅嘢咧向上帝去求，上帝嗰个嘅说不出嘅平安咧，就可以喺我哋当中。那個的平安呢，臨到這個的使徒們當中呢，你就會知道的了。我告訴你，你如果想想，哎，我要明白所有東西，其實就是你會發覺有些好像是沒可能，因為呢，有些東西呢，真的是超越了人的智慧和理解，就好像神的平安臨到你的時候，你不知道為什麼就是有這種的平安，是不是呢？就好似圣经话，只要我哋将我哋嘅事交托上帝，佢嘅使人出乎意料嘅平安，系咪啊？就会能够保守我哋嘅心怀意念，系咪啊？当你嘅心怀意念冇被保护嘅时候，咁你点啊？个仇敌系会对你做喺个魂魄里边，喺你个魂里边，喺你嘅思维里边做好多嘅冲击。我告訴你，其實問題不是來自魔鬼，而是我們就是每一個信徒聽完道之後，必須要將它行出來，要將它試驗這些道，就是神的話語，使到這些話語在我們自己生命裡面發出果效，這個是真實的事情。那些的宗教人士，那些的宗教的靈的人士，他們是生活在兩個世界，他们其实不是真的活在这个世界里面，对不起，他们不是真的活在神的国度里面，而是他们活在世界里面，但是他们自己被迷惑，自己都不知道。有时候你说，我现在知道了，有些东西我需要被调整的，是不是？上帝是啊，你帮助我去调整。你发觉世上有很多人是不是很开心的，如果他们不开心，他就觉得他们要找一些东西 去埋怨。那这些是不 是一个正常？当然不是，因为最大的问题，其实我们要当有些东西不是很行的时候，我们要去检查一下自己，因为我们首先要去见一下自己是什么状况。你要说，那些东西我都听过咯，我都听过牧师讲咯，我都听过谁讲呢？我想问一下，你听了之后你有没有去做呢？你有没有去运用呢？有没有去应用呢？我们必须要成为一个话语的应用者。当然你可以写下这些笔记，我们会将它翻译做不同的言语。但是如果你不是真的将它行出来的话，我们有一个翻译队去将这个的英文 我的笔记去翻译做中文，其实是很多的工作的。很多工作的里面，但是他们将这样做的时候，但是如果大家不去应用的话，那就会怎样呢？所以大家说，哦耶，我们要去将付诸行动。牧师就说，我需要人为我拍掌，是啊，我需要人鼓励我的，我讲到的时候。如果神的话语不能够令到你内在都能够站立起来，咁啊，点咧？系咪啊？神嘅话语系真系可以令到我哋内在站立起嚟噶，阿门。你听，我会俾咗你呢啲好多个笔记之后，我话你听，你最少要写，你读咗呢啲笔记之后，你去运用之后，你至少要令到一个人要得医治吓，阿门。所以我上个礼拜讲就系话你。你去读我的笔记三至五次，一个礼拜读三至五次，你会见到有效果，是吧？嗱，我话你听，因为我话你听，我肯定，如果你唔去咁样做，唔去默想神嘅话语，你会好容易。被迷惑，而我的讲道，我的笔记是要将这些事教你怎样做，所以你自己去为你自己在神的成长里面去承担这个责任，是吗？那些人经常说我要得医治，我要得医治，耶耶耶，但是不行的，但是就是你要做好这些
我同你讲的，你要默想神的话语，一个礼拜三至五节，看我笔记，一路去默想思考，去运用出来。因为我们写出来的笔记，神的话语是非常之重价值的，而这些价值将会成为一个更伟大的工作。在新约里面有很多次发生了，耶稣基督讲得很清楚，每一个信徒都是有这个能力行出神迹奇事医治病人，是不是？是不是大家都是一个行动者，是不是？大家都是行为者，是不是？阿门，阿门，阿门。所以呢，这个礼拜里面，麻烦如果你真的没有读这些笔记，就是说为什么神是想你得医治的话，你一定要知道，你一定要去看回，因为我用那个很清晰明确和一个最高那个的权柄去讲清楚神这些在经文里面所指出的原因和他的旨意，就是神是已经原谅了世人，也都是愿意去医治世人，和他是宽恕了世人，在十字架那里已经宽恕了。所以我们不单止是要讲话神是愿意医治每一个人，同一时间他是已经愿意饶恕每一个人。我告诉你，有些人呢，他们信主，但其实他们发觉呢，他们不知道怎么能够呢信得过神，是因为他们不清晰神原来已经在十字架那里，十字架那里原来饶恕了他们和愿意医治他们。所以来到我们的天父面前，我们来到这个天父面前，我们要好好审查我们自己有没有清楚神在十字架上所做的事。你看，我是真的很渴慕，很渴慕跟你们讲出这些真理。耶稣基督说我们能够做得神迹奇事，如果我做的神迹奇事在索多玛俄摩拉那里这样做的话，他们都已经是能够回转了。就是说神迹奇事呢 是一个最主要的能够呢将这个的福音的恩言是散发出来。你要有教会在那个的城市里面，而这教会是能够知道怎样去做这个神迹奇事，怎样启动到这个神迹奇事。阿门吗？我们人呢，信徒不可以只靠我们同神的经历呢而作为一个枝干的，作为一个轴心。我们的轴心是一定要是基于我们对神那个的话语里面清晰的明白。所以到底你是信耶稣的过程里面，这个的旅途里面，你是因为一路望着自己的很多的失败不得，还是你望着自己的失败不得的时候，主就在这个地方我失败，但是我就要在这个地方站立起来，因为你的话语，我对你的话语越清晰，我这个地方就越来越能够站立得强壮。我是很清楚上帝是要医治人的，亦都是因为人对神的话语清晰了，他那个的新约那个的能量呢亦都是散发出来，马上即刻就能够使到人得医治。阿们。所以我不是能够产生神迹奇事这个恩赐，而是我是明白上帝的话语，因为他话语是带着能力，耶稣基督在这里，我们去教导人，去教导人认识耶稣基督，去明白他的话语，让他的话语向着我们来发出这个的印证。所以这个的话语的能量是临到你的心里面。我在这里不停地一而再而三地去讲的了。我们听那个，这个使到人要得这个神迹奇事，不是我们的压力，而是神的话语的能力。我知道当我们出去，我们好像要觉得我们要使到神迹奇事发生，不是，
never walk again. And Glenda and I stood there and prayed and seen them come out. 我话你听，我同 Glenda 曾经系为人祈祷，甚至嗰个人系从来未行过路嘅。我同 Glenda 为佢祈祷，咁呢一个人就站立起嚟啦。而且咧，成个嘅嗰啲传媒咧，不停咁样争先报道。我话你听，我哋做呢啲嘢，我哋系冇压力，因为我哋只要我哋嘅必须要做嘅嘢，就要将神嘅话语清晰话俾佢哋听，而佢哋。捉到神的话语里面的生命的时候，他们就能够发生果效了。你明不明白啊？所以你需要神的话语去充满你的心，你需要神的话语去充满我和你的心，大家都要在神的话语里面，一个礼拜五日都要去被充满，一个礼拜七日都要被充满。我们是，你看，进入你的心里面。这个旧约里面就是说，你跟着先知的吩咐你去做，就神迹奇事发生。但在新约里面的时候，我们在新约，我们因为我们已经有神的话语，我们有神的话语里面，我们拿了之后，我们就能够发生这个神迹奇事。我们就说 Yes and Amen， 是啊，阿们。这个神自己那个的应许的话语进入你的心的里面，这个就能够产生出这个神迹奇事。因为在你的心里面有很多很多的经文章节，神话语的能量，全部那种的应许全部在你的心里面，甚至没有空隙被那些疑惑和质疑在里面。因为这样，因此呢，你没有不信，所以你 每一天都要这样去用神的话语充满自己，神的应许充满着自己，神的旨意充满着自己，你就会发觉你自己能够生产了很多属于神的东西出来，不是你用力的，是神的话语激发到这些的生产率出来的。我们听，如果你可能已经做紧啦，但是你发现你好像从未有这种的果效，我们听将要发生的了。因为神的话语不可以只放在头脑那里，必须要放在心灵的里面。因为放在头那里是只是在你的肉身那里，但是放在心灵里面的时候就不同了，是你的灵和你的心思意念是一起的，是即系对齐嘅，阿门，阿门。你要知道你嘅心同你嗰个嘅灵咧系交接住噶，所以咧，因为心同你一齐交接嘅时候，你就发觉就会生产出一个嘅果子出嚟啦。你会发觉你没有计划去做一啲需要信心嘅嘢，但系唔知点解去到嗰个嘅时刻，你就因着信心，你站起来就去做那件事，突然之间那样东西就发生了果效了。然后你那后你会想，我从来都没想着安排做这些东西的。这个就是信心所产生出来的力量了，就因为信心产生果效。如果你尝试，哎呀，我要有信心，我要去做这样东西，你会发觉很辛苦啊。跟住你就会好尝试，好肉紧啊，用好多力，好多血气嘅力咧去做事，跟住你发觉好似冇乜果效。你唔需要去尝试要有信心，你用神嘅话语去，因为就系神嘅话语充满你，而因为神嘅话语充满你嘅时候，你嘅信心自然产生出嚟，又或者咧，神嘅话语入到去你心灵里边，但系你冇不断咁样让呢啲话语系被充满嘅时候，就好似咧一粒种子种咗喺泥土，但系生唔出芽，生唔出果子出嚟。但系如果你嘅心系真系让神嘅话语同埋应许，同埋你去昼夜思想佢，你睇下你行出神迹奇事就系咁简单，好自然流露噶。当然我们要用我们的头脑，因为我们要去分析上帝叫我们去做些什么呢。上帝从来没有删除我们那个人的天分或者是恩赐，
所以我们必须要联合神那个的话语和祂的灵一起结合神给我们的恩赐和我们的智慧。但是你要知道，就算我们联合了这些东西的时候，如果不是因为上帝的恩典的话，我们是做不到神要我们所做的事的。不是我们的恩赐，不是我们的训练，不是我们的才能。所以我们怎么做啊？就是让你的盼望放在上帝里面，并且去相信神的话语会自己去演出这个的神迹奇事出来。我知道当我们行神迹的时候，你总会有些压力的。全部都是神的话语去做的。所以这个就是令到我成日觉得很吊诡。有一个女士，我是见到她，应该是说她那个的，就告诉她，她的医生就说你那个脊椎有问题，应该会死。会死的，因为他那个的脊椎是有 cancer 和有癌症，即是有癌症，他就那个医生就说叫send他去家去死了。但是呢，有一个来自我们教会的人呢，即是澳洲那里，来自我们教会的人呢，就给他听一个大录音带，就说耶稣呢就是要医治你的，因为呢神呢是用新药来叫你呢得医治。佢咁呢个女人咧，一路听呢个录音带，系仲系用嗰啲嘅用磁带嘅录音带，跟住呢个女人咧不停系咁听，系听，日头又听，夜晚又听，日头又听，夜晚又听，不停咁样，连续咁四五日不断咁听。他不停地听，他要被这个录音带去充满他。有一天跟着他起身了，然后他觉得咦，有些东西不同了，我的身体。我来听，我 Rob 没去为他按手祈祷，也没有那些神父为他祈祷。他只是听着个录音带，听着我把声音一直去讲这些道。跟着他起身，他说咦，在我内在里面有些东西转变了。我觉得我好像没病一样，我起了起身，我将那个支撑住我那个的支撑住我那个脊椎那个包住我脊椎那样东西，我除了它，我呢搽上我的化妆，然后我穿漂亮衫，我去那个诊所，我再去见那个医生，那个医生说有啊，为什么你整个脊椎好翻的。这个女人的心里面是一点怀疑都没有，因为神的话语冲洗了那些疾病，她就是站在这个话语那里，就是启动了这个话语，她不是尝试让话语去发生那效，她直接站立，她相信这个话语，她让话语自然产生那效在她生命的医治的里面。阿们，我们将荣耀归返给主。所以你想，你想哦，这个神可能有时做一下这个神迹奇事，有时不中。不是的，耶稣知道这个神迹奇事是怎样产生的。跟着这个女人就说，我想见一下 Rob Rufus，可不可以给我去看看见一下他跟着Rob 的其中一个的牧师就带了 Rob 去见这个 女士啦。跟着我们大家去彼此认识啦，是吧？我当然很兴奋啦。我是要肯定呢，那个人呢不是只是要知道圣经，而是他的心啊要明白圣经里面话语里面所讲乜嘢，佢认佢同埋生命系啲乜嘢。我要让帮人呢去呢辨别佢哋嗰个属灵同埋佢哋嘅超自然嘅领域系到边个程度。所以佢系呢个女人听我个说话，听我个话语。当我同佢一齐行，我要离开佢哋个屋企啦。
我離開佢哋個屋企咧，然之後咧，我覺得咧，我要去按手為佢嗰個嘅男，為佢個丈夫嗰度。然之後咧，嗰個人咧就即刻跳一跳啦。跟住咧，我就話神嗰個嘅知識言語就話，你有個仔係18歲，但係佢一路咧係吸食毒品，但係咧喺3個禮拜裏邊咧，上帝將會咧將佢咧釋放。然之後呢一個嘅人咧就喺度喊啦。啊，對唔住，嗰個係牧師嚟噶，呢個牧師就喺度喊啦，喊到嘅眼都腫曬。你知啦。你知啦，当咧呢一个属世嘅人咧，佢哋有咗智慧咧，同埋知识咧，佢哋系用佢哋嗰个脑筋去做事嘅。但系我哋属灵嘅人咧，系用我哋嘅灵，我哋嘅心灵去做事嘅。我哋心灵知道，我哋见到呢个境况嘅时候，我哋就辨别到啲嘢就系有啲嘢咧系 break 咗啦，有啲唔好嘅嘢系 break 咗，上帝系介入咗，吓。跟住咧，嗰个最拉尾咧，呢一个18岁嘅男仔，真系3個禮拜之后咧，系俾神咧系拯救咗。跟住个牧师话：，哎呀，系啊，我个18岁嘅孩子咧，真系有问题。所以我话你听，当你感受到，当你将神嘅话语摆喺你嘅里边嘅时候，你唔需要好用力去做神迹奇事，因为当你听到上帝讲咩嘅时候，你好清晰。你并且你会去学习，并且你会去思索。好啦，讲翻呢个牧师啦，讲翻呢个牧师同佢嘅仔啦。最拉尾咧，呢一个小朋友18岁嘅小朋友咧，嚟到我个教会里边咧，系将佢嘅生命咧系俾咗上帝嘅。佢成为咗一个好美丽嘅男子啦，即系亦都系咧得到好深嘅释放，好深层嘅医治。并且咧，佢哋咧仲会咧系教练，好似教练咁咧去教人点样行喺神嘅里边，同埋去运用呢一个超自然嘅力量。所以要读我 Rob 嘅笔记。咁系咪因为 Rob 咧最个恩赐好特别，所以先至能够做到呢啲嘢？唔系。如果咧，我啲人成日话，因为阿 Rob 有恩赐咯，所以佢先至行到神迹奇事咯。我话你听啊，就系我有恩赐嘅时候啊，我都有好多神迹奇事冇发生到噶，就系直至到我真系好明白上帝嘅话语，将上帝嘅话语唔单止装在喺我心嘅里边，而且咧我系了解到当中嘅应许同埋嘅生命，跟住神迹奇事就系好自然喺我生命里边就发生啦。Rob 就话咧，而家嘅基督徒咧，好多时候咧好忙啊，佢哋睇住好多手机啊，有好多资讯啊，但系对于神嘅话语嘅时间好少，好似跟住所以对呢套。Rob 就话有时啲人咧。有時啲人咧，因為咧太多嘅注意咧喺呢個嘅世界嘅當中咧，阿 Rob 見到佢哋咧就好似咧，都唔知係咪佢哋同一黨嘅，都唔知，好似格格不入咁樣。嚇！你睇下，好似嗰啲嘅牲畜咧。好似嗰啲羊啊，系咪？佢哋食草嗰时候咧，佢哋咧不停咁咀嚼，然之后咧，佢哋吞落喉咙嗰度，然之后喉咙嗰度再抡翻出嚟，又继续咀嚼，跟住咧又咀嚼之后又吞翻落喉咙嗰度。呢个就系我哋需要去点样去默想神嘅话语。我哋有个经文，我哋默想，我哋吞下神嘅话语，然之后我哋再倒嘴，即系话我哋再可以将佢将佢同我哋嘅喉咙嗰度咧，系咧抡翻出嚟咧，系咀嚼，一路咀嚼，慢慢咀嚼，多番嘅反复思想，深思熟虑。
当你咁样去，当人去咁样明白神嘅话语，就会知道咧，而家成本圣经咧，唔系人所说嘅说话，系神嘅默示，所以呢一个系神自己所默想出嚟、所吹出嚟、所带着生命嘅话语默示。神话语就是神话语，是神出自自己的能力的，只不过神用我们在一个渠道去释放出来。所以当你相信的时候，所以当你释放神的话语的时候，没错，是神是用你，但是个问题是，是不是神，是不是真的就咁用个人唔系噶，我哋系神嘅能力喺我哋嘅身上。但系你点样解释下？香港有好多宗教嘅人士都宗教基督徒都唔系好信圣经话语噶、哦，就好似咧，你睇下呢一个使徒腓力去做好多好多嘅神迹奇事，吓、啊？佢点解嗰啲有啲嘅基督徒？看完这些神迹奇事，他们无动于衷的，圣经叫我们去做的。你看他们读完就算了，很多基督徒读完就算了、啊、那些是历史来的，以前发生，现在未必发生的了。你看你这样的想法，你没办法启动神的话语，你就觉得这些圣经是人的说话来的。如果我相信整本圣经是神的话语、哦、你说神的话语是会影响我们的生命，神的话语是会影响我们的生命。如果你看你身边有人的时候，你当然希望你能够带到一个好的影响给他们的。有很多人是一些专家，是一些教授，但你发觉他们的生命呢、就是、真的很多的混乱。我喜欢那些有影响力的人，但我喜欢那些有真正有智慧去影响的人，就是这些神里面那种的，真是满有神那个的神采的人，是不是？阿门，是不是？我告诉你，真的神的话语是次次坚次次劲的，你明白你了解，你就能够释放到那个能量出来。如果你在上个礼拜读过我的笔记的话，麻烦你再读，到你今个礼拜你得到这个笔记的时候，你再继续读，再继续去读，再继续去研究，因为这些是非常重要。如果我们全部人一起去这样去读这些笔记的话，三至五次一个礼拜里面读到有三至五次，什么会发生呢？我们就能够一起进入一个同心同意同灵去进入上帝的心里面，并且一起是成长，重要是倍增地成长，并且呢将那些，并且呢你就会呢，我们因着我们同心同行同埋同灵去一起成长的时候，我们国际英文堂现在这个西贡的地方将会满晒人，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身心灵去一起去启动这些这样的神迹奇事，很自然的。这个就是神要他们的使徒去做，是吗？阿门。所以我尝试很努力地不去控制大家，我只不过是去教导大家。我教导了一些人很多耐时间，但是有些人都是仍然觉得很混乱。但如果你到现在都搞不清楚的话，如果你到现在都搞不清楚的话，你真的 要知道自己发生什么事。但如果你继续去在这些笔记里面去钻研的话，你就会能够在神迹奇事里面和在神的话语中，对神的认许，对神的心肠，你就会很知道，你就能够做到神迹奇事，很自然的了。就是我们首先要去对帖撒罗尼迦前书二章十三节，是的，在你的笔记里面的，就是说为此我们要不断地感谢上帝，因为你们听见我们所传上帝的道的时候，你们领受了，因为你们不觉得这些是人的道，
而認為咧呢啲確實係上帝嘅道，而且咧喺你哋信主嘅人當中咧，就係你哋信呢啲道嘅人當中咧，係運行住嘅喎。佢話咩啊？係你哋確實並且你係喺你哋生命裏邊運行住嘅，就話你哋帖撒羅尼加嘅人啊，因為你哋相信神嗰個話語裏邊嘅應許，並且你哋相信呢個確實係嚟自上帝嘅話，就使到呢啲話語喺你哋生命裏邊大有果效。所以我哋再讀一次啦，嚇！為此咧，我也不斷咧為著你哋感謝上帝，因為你哋聽見啦，我向你哋所傳上帝嘅道嘅時候，嚇你哋領受啦，而且唔覺得呢啲係嚟自人嘅道，而係確實肯定呢個係上帝嘅道，而且呢啲道係你哋信主嘅人當中啦，發生果效運行住嘅。現在 Rob 說他在讀另外一個版本的英文的聖經，這個就是使到人生命中有果效。好，我們再讀一次，我就這樣用口述。我哋记住啊！我哋再读唔同版本，我哋就好似头先啲好似只羊咁咧，咬咗啲草之后咧，咬咗啲食物之后咧，吞咗落去，再倒嘴翻出嚟，再咬，再食咁样。吓，即系好似食香口胶咁样，不过只不过系唔好吞落去咁样啦，咬嚟咬去，咬嚟咬去。OK， 吓，我哋慢慢读。OK，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为了你们不停地感谢上帝，因为我看到你们听到我所传上帝的道的时候，你们就知道这些不是来自人的道，而是真的从上帝出来的道理和气息，而且你们信的人啊，因着这些道在你们生命里面发生果效。所以你们每一个人都有圣经的，是不是？你们好，即如果你们有很多不同的版本圣经，但放在家里面就不是那么好了。如果你们不用的话，如果你们将这些东西入在你的心里面，你们的灵里面，而且不停地去追逐的时候，就产生果效了，是不是？阿门。所以如果你可以让这些话语充满你，你幻想一下田地同你讲说话，神去做一啲神迹奇事，即系你喺个田园嗰度，哇，好多好多英亩地喺度，跟住呢个田地同你讲，佢话我系咧充满住呢一个蛋白质嗰啲，即系咁多蛋白质嘅种子喺我里边，呢个田嘅对你讲咯，然之后你话吓真系咩？跟住呢个田就话系啊，系啊，呢个果诶呢啲种子从喺我个泥土嗰度咧，非常之活跃咁样去发生果效。但系跟住你喺度睇冇啊，你冇嘢出产嘅一个礼拜你跟住咧你一个月咧就过嚟再睇呢块田嘅时候咧，就发觉哇有好多嘅真系好多嘅 harvest， 好多嘅收割啦，好多嘅农作物可以收割啦。所以我话你听，如果你啱开始去将神嘅话要种喺你嘅心田嘅里边嘅时候，你一定要系每日去种吓，唔系因为净系为着你嘅医治，而系神要用你去医治其他人，同埋你要知道你唔系孤单嘅，系成个教会而家系一齐咁样做。我话你听，神系咁样呼召我哋喺香港做呢啲嘢。我知道我哋呢几个月可以咁样做，而且我哋必须要咁样做，我哋需要咁样做。我喜欢去讲道，但系我唔系净系想讲道。我个讲道，我期待你哋嘅心田系能够被呢啲嘅丰盛的农作物去充满晒，是能够长出很丰盛的农作物。耶稣基督亦都是讲话，如果你不明白一些的比喻的话，你们也都不会明白其他我所讲的比喻的了。
而我今天大共大家所讲的都是这个的比喻。他说那个的耕种的人呢去种植一些东西，那个的种子呢就是这个神的话语，跟着就是说，然后呢撒旦就来到并且呢去偷窃那个的神的话语。为什么他要偷窃神的话语？因为他知道如果使到人能够做到神迹奇事，就是那粒种子，就是那粒神的话语。所以他撒旦就要过来偷那个种子。跟着耶稣再继续说了，他就说当这个农民去种这个种子的时候，就算农民去睡觉，但是这个的种子呢其实是继续去做紧嘢的，它会继续去成长的。所以你阿门吗？所以你怎样，你要去在神里面哦，即去默想，不停地默想。那到底这个魔鬼怎样去偷窃这个的话语呢？哦，你们今天听到太多种子了，我要偷你。他不可以这样做。咁到底魔鬼点样去偷种子呢？原来魔鬼唔可以就咁嚟偷我哋啲种子噶，而系我哋容许佢去偷噶。所以当个种子种落嚟嘅时候咧，魔鬼咧就尝试咧去咧扰乱呢一粒种子。所以嗱，譬如话你听到呢个医治嘅讲道，跟住咧唔知点解咧，你又得到一个病，跟住你就会觉得，切都唔系嘅，跟住你就好混乱啦。跟住咧，你又去做十一奉献啦，跟住你去服侍主啦。但系咧，你越做咧就好似咧越差咁样，跟住你就话，耶神嘅话语唔得嘅。呢个就系佢想去扰乱你对神嘅种子嘅信心。你睇下喺上个礼，你睇佢上几次，我一路去讲，其实我要嚟去讲到嘅时候，我发觉我有啲疼痛，跟住我就话，哎呀，唔可以咁样嘅。然之后咧，我就祈祷，跟住我祈完祷咧，跟住咧，因为我相信上帝就医治咗我啦。跟住咧，我再翻到屋企咧，我又有个疼痛啦。跟住我礼拜一祈祷，礼拜二起身嗰时咧，比之前我未祈祷前仲差，仲更加差。所以我知道魔鬼佢玩嘅把戏嘅。跟住我就话：你呢一个讲大话嘅灵，你呢一个嘅魔鬼已经系失败咗嘅魔鬼，你唔好喺度扰乱我。我系神嘅大能嘅。勇士，我是大能的勇士，是上帝大能的勇士。我知道我是谁，我知道我要赢取每一个那些有疾病的人，我要他们得到医治。我会站立在那个的神的话语里面，我不会放弃对神话语的相信和他里面的应许。有很多人呢就是呢好像呢他们呢听了话语之后呢他们没有一些行为去做、啊。所以将神的话语放在你的心里面去做事默想，不要容许仇敌那些的所谓的诡计去使到你呢放弃，去使到你呢气馁。因为当你坚持的时候，当你坚持的时候，上帝的话语就会发生那一刻，因为上帝的话语会帮助。因为话你听，全个世界呢而家最大嘅问题咧，唔系种族歧视，反而系咧呢一个嘅贪婪。所以有好多人想得到好多好处，喺神里边得到好多好处，但系佢哋嘅心其实唔系想要神嘅话语，反而只系想要更多一啲实质上嘅嘢。而呢啲咧系一啲令到人咧去
令到人咧放棄咗上帝嗰個種子啊，係讓到咧嗰個仇敵咧係能夠咧俾咗仇敵權柄咧去偷咗佢神俾佢哋嘅種子。你看我现在今天站在这里， 我耳朵不疼痛，我也都身体不疼痛，因为我打赢了这场仗，因为我用神的话语，我站立坚毅不移这样，而这个的魔鬼就不能够再在我生命里面做什么一些大话性的事，扰乱我的种子。我你听，如果上帝俾你知道更多嘅事，你应该要更开心啊！你因为你进入咗一个神嘅国度嗰个嘅生活嘅层次里边。当有啲人听到我讲到嘅时候咧，我就同阿 Rob 讲，我仲以为系恩典啊嘛，唔使做咁多嘢，但系而家你咁样讲啦，我要做好多嘢喎。吓，即系我唔要啦，我唔要恩典啦。但系神话唔系啊，我嘅恩典够你用。我知道你会遇到呢啲嘢，因为我嘅恩典会够你用。所以你唔好谂恩典里边咧系冇话受苦噶吓，恩典里边都会有受苦，但系佢受苦嘅时间，上帝话我嘅恩典系够你用，超越你所面对嘅事情。但我你听，当你的人的精神和你的心灵拿更多神那个话语里面的医治，这个是很完全。啊， Rob， 我真的要读这些这样的笔记，哇，要读这么多次，即是我的眼睛都不是看得很清楚了，又要读这些，又要记住，啊，我要将这些话语放在我里面，啊，放在我里面啊，我还要去淋水，哎呀，真的很多很多事做啊。但如果你是一个农夫，你怎么办呢？又要刨地啦，又要摆种子在里面，跟着又要灌水啦，哇，很多事做。然后呢，去到你望着这个农夫的时候，这个农夫真的想打走你。这个很正常的事来的嘛。你知不知道，如果农夫不去做这个过程，这些这么多步骤的过程，那整个城市就不会有这个农作物的了。所以反过来，如果我跟你说你要做这些步骤的时候，你在这里很抱怨，而你是向神说，神啊，你给我们丰盛，给我们有收割，但是你从来没有种过这些种子进去，那何来收割呢？你看看保罗说，我去种植这个真理的种子，阿波罗去灌溉，但是神叫他在你们生命里面成长的，是神是叫他在你们生命里面成长的，直至到他能够彰显出来。大家还要跟我一起吗？好。不好意思，我有些有些少少鼻塞，所以可能听的时候辛苦一点，我讲都已经尽量去不用那么多鼻音，但是真的有时候没办法。如果可以的话，大家读埋上个礼拜的嗰个嘅笔记，同埋今个礼拜的笔记，咁你可以睇见有个连贯性，亦都帮到自己能够明白到深层一啲嘅。我其实我用我自己嘅笔记去喂养我自己嘅心灵。第一样，哎呀，阿 Rob， 你为我祈祷，唔系啊，第一样，你将成个我要摆喺你嘅里边先。神让神的话语给了你之后，然后人家为你祷告的时候，人家说出来的东西是印证你自己里面
话语里面所领受的。你不要想着我自己揈一揈手指，主啊，因为你的恩典你就过来医治我，但是我从来都没有将神你的话语放在心里面，不会这样发生的。所以再听多一个圣经先。这个的箴言的四章二十至到二十二节。好了，我们一起去读啊。好，这个就是神的话语来的，听着下。神感动人将圣经放在一起，将这些字句放在一起，让我们今天能够可以去分享到神的说话。好，神说有四样东西你要去帮助自己。那个的医治在这个希伯来文就是说药的意思。知不知道医治在希伯来文的那个字呢，那个字根 是代表药。因为呢得着它就得了生命，又得了医全体的良药。你看这个是我们那个心的热诚，对这种东西有多热诚呢？今天在全世界里面，特别是那些大国家啦，即是他们的经济啊很好啊，他们那个基本上他们的人民的生活的水平都是高啊。我不是说去批评这些的国家，但如果农民不去做他们自己本身的工作的话，如果他们不去生产到那个的丰收的话，其实有很多人都会是有问题的，他们的食物是不是？所以呢，因为要这样的原因呢，那些农夫呢是不间断呢，也都不会埋怨呢他们的工作，他们去耕耘，他们去收割，他们的等候。啊，好像你们如果来到听到的时候，啊，我们来了，然后呢，哎，你快点讲到，讲完到我们就走了。但是你没有去很沉思这些的神的话语，那么有什么讲，有什么对你有什么用呢？我们要不停地去想，等你去思索到一个地步，突然之间，啊，我很自然就活出这个的话语里面的精髓出来。我跟你说，如果你是用很用力去做这些所谓的话语里面教的东西，你是模仿的而不是真的从里面出来的，你会发觉个果效很差。但是你不停地去默想到一个地步，你自己自自然突然之间有一天，你就会不知道为什么，不单止的信心，很自然地 去做出话语里面果效的精髓出来。因为为什么？每一天你都是这样去灌溉，去用神的话语灌溉自己，去灌溉神将那个种子已经放在你心田里面的种子，你是跟神一起同工，以致到这个神迹奇事是能够很自然地发生。因为你这样越有神的话语，你就好像刚才那个的女人，那个最有问题的女人，她就是这样灌溉自己，去到一个地步，她生长了那个的植物，生长了那个果子，她就拆开了那个的保护，她那个脊椎那样东西就真的没事了，自己可以行走了。有人跟这个女人说，因为你有受到咒诅，但是那个呢不是属于我们的神的。我不知道为什么有些人这样说，但我所认识的上帝是愿意医治人的。你看耶稣基督去到十字架那里，已经是完全饶恕了我们，已经是将我们从这个疾病里面拯救了出来，使到我们得医治。阿们。这个的世界是绝对对神迹奇事是非常饥渴的，我们是需要好好地去预备自己。
其實在早期的使徒們是非常豐盛的，因為他們神蹟奇事是每一天發生，每不間斷地發生，但是到之後呢是有一些宗教的靈在當中參與下去呢，是所以變成有些東西好像閉塞了一樣。你看，当人咧，佢就咁讲神嘅话语，但系冇将神嘅话语个神迹奇事搬咗出嚟嘅时候咧，嗰啲人咧就会觉得哦，好，其实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到牧师嘅。但系真真正正将神嘅话语带着果效咁样去撞入喺人嘅心里边嘅时候，就系你要将神嘅话语好清澈、好明确地、好简单直入去讲出俾人听。好，今个礼拜我哋有四样嘢要去做噶。箴言四章二十至二十二节，一起读啦。我儿，要留心听我的言辞，侧耳听我的话语，都不可离开你的眼目，要存记在你心中，因为得着他的就得了生命。因为得到他的，你找到他的就得着生命了，又得了依全体的良药。好，再读一次啊！我儿啊，要留心听我的言辞，侧耳听我的话语，都不可离开你的眼目，要存记在你的心中，因为你找到他那些就得了生命了，就得了医到全体的良药。全体的良药就是一个药啊，去医治你所有身体身心灵的东西。这个是真真正正的药物，我们需要去拿到的。这个整个世界里面任何一个国家都是需要这种的良药，是能够医治各项的疾病。我们人造出来的药是只不过帮人保持人的性命的，但是生命的良药是可以医治所有的疾病，你识的、不识的、将来的。我们能够做的就是帮助这些人教他们神的说话。我们不是叫那些有病的人不要吃药，不要吃，我们不是这样说，但我们不是即医生，我们不是那些有牌的医生，但是我们的而且确是可以将神的话语去教导他们，让他们清楚明白神话语里面那种的应许和神的心肠、神的旨意，而呢帮他们一步步呢用神的话语取代了他们那个的疾病，去将那个疾病打走他，是不是使到他们全身得到这个医治的良药。所以我儿啊，要留心啊，留心，留心啊，留心听我的言辞啊。所以如果你去西贡，有一个朋友突然之间见到你，你的朋友突然之间见到你，你就会开心跟他讲嘢啦，跟住同佢倾偈啦。然之后你的朋友啊，对唔住，对唔住啊，唔好意思啊，我好想同你倾偈，但系咧，我需要留心去做一啲嘢啊，我要去留心去做啲嘢啊。即是说呢，为什么要留心呢？就是说你去选择去留心去做那样东西。所以这个神的圣经里面就说，要留心听我的训斥，即是你的耳朵打开它。你就算外面有很嘈杂都好，你都不会理其他东西，你只是留心听到上帝的说话。啊，不是啊，我在教会到我好听到好长，但是为什么你可以看三个钟头的长电影呢？你三个钟头这么留心去听呢，所以同等的道理。同一时间我们不可以去望两个方向，所以你的眼睛不可以左右咁样分隔去望两个方向，我们的眼睛只可以同一时间望一处，所以你望哪处呢？因为你不可以望你，如果你有病的话，你不可以只是单单望你那些病的征兆，而不去望上帝的说话，而不去留心上帝的说话。因为上帝说，耶稣基督的鞭伤使到我得医治，耶稣基督的刑罚使到我得平安。我的眼目不
不可离开上帝的话语。我儿，你要留心听我的言辞，所以相信我，我见到我的眼目啊，唔会离开上帝的话语。是啊，当你是日日系咁样做嘅时候，你日日都得到得胜，咁你又发觉你需要药物嗰种嘅依赖就越嚟越微小啦。因为22节话，因为那些 得着找到上帝话语里面的人、啊、就是得到生命，又得到医全体的良药。你看看你生命里面所需要，你每日常生活你很紧张，你很担心，但如果你得着神的话语，让神的话语的生命你摸着了，你得着这样东西了，就能够医到你的全体的良药，包括你的生活。这个就是最好的事。所以当你神的话语在你的生命里面产生果效，你就使到人家同一时间都得到医治，不单止你得医治。阿门，阿门，主阿门、啊、所以你怎样，你怎样得到，怎样得到这个果效、啊、就是因为上帝的 话语不停在你里面，不停在你里面，你每一天都去这样去灌溉，每一天这样去给营养它神的话语，你每一天去思索神的话语，然后去行出神的话语，很自然这样，因为神的话语当的时候很自然地行出的了。所以阿门嘛，阿门，我们举起我们的双手，我们一起起身举起双手。爸爸，我们多谢你在现在这些日子里面，你真的好，你将这个的疑惑焦虑呢和怀疑呢完全拿开，和那些不啱的幻想拿开，也都多谢你将你的启示，你怀疑里面的启示给我们，不是一个神秘学，而是一个很清澈直接的话语，这个不是巧合的，这个是你自己的成绩，因为都是一个的农夫会做的事，所以这个的超自然里面，我们尽我们自己自然人的本分，将你的话语放在我们的心里面，因为你的话语帮助我们能够看清我们自己的事，还有我们也都会尊荣你的话语。所以主，我们多谢你，多谢你给我们国际英荣堂，给我们整体一起来到去拿这些时间，宝贵时间去吸取你的话语，去崇拜你，去敬拜你，我们多谢你，我们知道从今以后我们不再一样，因为你的话语已经放在我们的心田里面，已经去灌溉，也都是藉着神的圣灵将这些的根越扎越深。主，我们多谢你，我们下一班的弟兄姊妹又会来了。啊、我们很感恩主啊，给我们恩典是继续和能量、啊、体力去继续去服侍、啊、我们很感恩，很感恩、啊、让我们能够得到影响力，让我们能够真的产生这个话语里面的果效，影响到其他人，使到这个的仇敌没有任何机会去做很多古怪奇怪的事。主，多谢你，多谢你成为我们的看守者，而仇敌不能够去影响我们，也都不能够去抗拒我们接受神你的话语里面的应许和那个的果效。我们所接的是真是神你的话语，不是人的话语。祝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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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子民，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多谢大家。That was wonderful. 这个真的很好的讲道啊。We have 10 seats.